我终于走出了它的主要商业区了啊，这边开始有车了。我现在是前往会跳舞的房，跳舞的房子。跳舞的房子呢是模仿两个这个跳舞的人，好，这个人名我记不住啊，我这个记人名非常的差，但是他是两个著名的舞蹈演员，一男一女。然后这两个呢，就是这两个跳舞的房子的两部分，就是代表他们两个。我现在往那边走啊。